方向讲啊。咱们开始讲这条经的呢穴位的治疗啊，穴位的治疗。所以第一个穴咱们先讲位于胸部的穴，中府和云门啊。中府和云门这两个穴都位于胸部啊，所以呢在临证中这两个穴有共同点，都可以治疗谁的病症？肺脏和胸部病，特别是中府这个穴，相对来讲比云门穴应用的要多啊。因为从特定穴的角度来看，中府是什么特定穴？肺的募穴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咱们讲募穴的概念，我们说它是属于什么？脏腑经脉之气输注转出于胸腹部的穴位，所以它直接反映着肺脏它的精气的变化啊。那么中府这个穴在临床中呢，治疗和肺有关的病症，那么主要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，肺的什么功能失常？主气司呼吸的功能失常。所以在临床中我们主要咳喘胸痛鼻塞流涕鼻咽咽喉肿痛，甚至包括咳血等等，这些肺主气司呼吸肺胃的功能失常而发生的病症，中府穴常用。而且呢，中府在治疗这些肺脏的病症中啊，治疗这些肺脏的病症中，不管是外感还是肺热痰浊以及肺气不足，换句话说，不管是肺的实症还是肺的虚症，中府都可以啊，都可以选择用于治疗它的本脏的病症。那么主要是要根据它的虚实不同，在临证中我们可以适当的配合不同的穴位啊，不同的穴位啊。那么特别是最常用的穴，用于治疗肺脏的病，按咱们前面讲过的一些配穴方法上来看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中府应该和哪个穴常用呢？咱们讲过枢木配穴法吧，对吧？所以中府和哪个穴在治疗它的本脏病时比较多用？那就是肺腧，对不对啊？是比较常用的啊，这是一个。再有一个肩背骨疼痛啊，肩背骨疼痛，但是它是以治疗肺的本脏的病症为主。那么穴位下面深处是什么？肺脏，对吧？所以提醒大家，针刺时要注意安全啊。这两个穴不能怎么刺？不能直刺过深，所以针刺的方向是什么？斜向上方平刺啊。所以在临证中针刺的时候要注意避免刺得过深，刺伤肺脏引起气胸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啊。这是中府穴。那么后面这两个穴天府狭白位于上臂，那么它主要还是以治疗局部病症为主。所以大家都知道局部病什么病？什么病？局部病，那就是上臂内侧这块的疼痛，对吧？哎，由于外伤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身的肌肉的一些炎症，或者是一些神经的损伤引起的上肢内侧出现的疼痛，肌肉的萎缩，甚至出现的活动不利啊，以局部病为主，大家了解就可以啊。后面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尺泽啊，尺泽，那么它属于本经五腧穴中的合穴啊，五腧穴的合穴。那么这个穴从治疗上来看，我们说也可以用于治疗它的本脏病，那就是肺的功能失常表现出的病症。就像我们刚才介绍中府时和大家提到的咳喘胸痛咳血咽喉的疼痛，对吧？鼻塞流涕等等这样的一些病症。但是有一点，
说这个尺泽，它在治疗肺脏的这些病症中，应该以肺的什么症为主呢？实症。那么我问大家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这儿着重写出它以肺的实症为主？为什么？大家应该说能够从咱们已经学到的针灸的这些理论知识中能够解释，说为什么呢？大家从哪个角度考虑？哎，从子母补泻的角度，对吧？刚才我强调它是五腧穴中的什么穴？合穴。那么肺经阴经的五腧穴合穴属什么？五行属性上属什么？阴经的五腧穴的合穴在五行的属性上属什么？属水，对吧？而肺属什么？属金，所以它属于金之子。所以咱们前面讲过，实则泻其子啊，所以这个穴偏于泻，可以治疗肺的实症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治疗，我们说这里写到，用于治疗局部病以及和它相对应的下肢。实际上这个下肢，实际上，所以大家想一想，这个局部的病症什么病？这块的局部病什么病？哎，一个就是先说局部肘关节，对吧？疼痛、屈伸不利、运动的障碍，对吧？特别是什么？屈而不伸。说这肘关节，这肱二头肌腱挛急、弯曲了，伸不直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你针阴经的穴，它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缓解挛急的作用。所以你看，有时候咱们临床中有这个半身不遂的患者啊，大家要注意，说这个半身不遂的患者往往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病人这个肩也下垂，对吧？这个肢体走路怎么样？叮了当啷的，对吧？画着圈来走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肌张力的降低，哎，所以它表现出的是一个什么呢？迟缓性。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状况？哎，这肌肉都是紧张的，对吧？足内翻，这个上肢这个关节都是这种挛急的状态，这是一个什么状况？肌张力的增高。所以凡是这种情况，大家记住，你临床中针刺必须先针阴经的穴，来缓解它的经脉的挛急。所以其中的尺泽就是一个穴位。那么尺泽它不但用于治疗这样的病症，在咱们这个医附院啊提出的这个醒脑开窍手法中，还把尺泽穴作为改善上肢肢体功能恢复的一个主穴。所以在醒脑开窍手法中呢，就提出尺泽穴的针刺方法是什么？斜刺进针做提插，要到哪种程度？在得气的基础上做提插，要出现上肢出现三次抖动为止啊，要出现这种随着针感的出现，上肢肢体要出现抖动三次，这样达到一个刺激量，说有助于改善上肢的活动不利。所以在不随的患者中，它是一个主穴啊，是一个主穴。那么同时呢，它也可以用于治疗对应的下肢的病症，当然主要就是膝关节。膝关节的什么状况？我们可以按照上下对应的这个理论，我们来选取尺泽穴来针刺，那同样也是膝关节的屈伸不利啊，膝关节的疼痛，膝关节的屈伸不利，我们也可以选用啊，也可以选用。再有，在尺泽穴这个部位，它正好在肘窝处，对吧？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部位毛细血管非常丰富，对吧？所以咱们常常可以在这个部位上给它做什么？来，
放血啊。当然不光是尺泽，心包经的曲泽也放血啊。那么在这个部位来放血的话，用于治疗哪些病症呢？所以咱们前面讲针灸治疗原则，热则急之，可以用放血方法，对吧？欲沉则除之，有一些什么淤血的病症。所以就这个穴的放血来讲，它可以用于治疗一些病症，一个是热的病症，所以常常用于治疗什么高热啊，高热、急性的吐泻，还有中暑，再有就是一些皮肤病啊，比如说咱们常见到的一些皮肤病，湿疹啊，皮肤的瘙痒、过敏、荨麻疹、牛皮癣等等，我们都可以采用这些放血的疗法，驱除体内的淤毒啊。所以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用于放血，这是咱们讲到的尺泽穴啊，咱们讲到的尺泽。后面孔最，孔最呢在下臂，对吧？特定穴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孔最它是一个什么穴呢？溪穴。所以咱们前面在讲溪穴的时候提到过，溪穴的治病特点是什么？急症，对吧？另外阴经的溪穴偏于止血，对吧？止血啊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它可以用于治疗一些急性的病症。当然从历代的针灸的文献记载上来看，主要用于治疗咳血，治疗这些出血性的疾患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咱们针灸科说这个人要咳血了，能够以单独的咳血的症状到你针灸科来就诊吗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。所以一个咳血的患者，即使是来了，你也要分析他的咳血的原因，对吧？什么原因？有没有战略性病变？还是支气管扩张？还是其他的原因啊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能盲目的就按中医的这个理论说，我用溪穴来给他止血。往往临症中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可能会怎么样？可能会延误病情。也就是说，你所采取的不是一个，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讲，不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方案啊，不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方法。所以一般来看，咱们临床中见有出血性的疾患呢，很少有单独采用针灸治疗啊。所以这一点大家应该要知道啊。再有呢，就是这个孔最这个穴有一个特殊的治疗作用，那就是什么？属于这个穴位的治疗特性，它多用于治疗痔疮，这是它治病的特点，属于它的穴位治疗作用中的一个特殊的治疗作用。所以在痔疮的患者中，我们在针灸取穴中可以考虑这个穴，可能和肺俞大肠的表里相关啊，相关。再有就是局部的治疗作用，那么主要是以下臂内侧的疼痛为主。但是这个穴，大家要是取好这个穴，你可以看一看啊，在这个腕横纹上七寸、尺泽和太渊连线上，大家都可以看看自己这个穴的部位。你要仔细观察一下，你会发现，大部分人这个穴这个部位都有一个什么？略微粗的一个血管静脉，所以针刺这个穴呢，临床中来看容易出血。也就是提醒大家，针刺完这个穴之后要注意什么？按压啊，有时你不按压，出完针之后出血，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什么现象呢？皮下的出血啊，容易形成一个淤青。所以这一点大家在临症针刺的时候应该给予注意。
这是咱们说的孔椎这个穴位啊。后面列缺啊，列缺呢，从特定穴的角度来看，它是本经的络穴，也是八脉交汇八穴之一，通于什么人脉啊，通于人脉。所以它的治疗作用，第一个咱们这就写了头项的病症。那么主要是指什么？主要是指什么？头痛、颈项不适、颈项的疼痛。所以这个在古人总结的四总穴歌中就有这句话：头项循列缺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咱们说过的四总穴吗？还记得吗？有一个头项循列缺，还有什么？面口合谷收，还有呢？杜甫三里流，再有呢？腰背委中求，对吧？所以这古人就总结出了他的这个治病特点：头项循列缺，用于治疗头项疼痛不利、活动不利啊。那么我们从什么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说列缺穴能够用于治疗头项病？咱们可以通过咱们学到了哪些理论来理解列缺穴的这个治疗作用啊？还是从络穴的理论，从经别的理论啊，从这两个方面咱们来理解它。再有，列缺穴是肺经的穴位，所以它也可以用于治疗肺脏、肺主气司呼吸功能失常而表现出的病症。那么它在治疗肺脏的病症中，我们强调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主要用于治疗肺胃功能失常表现出的病症。所以肺胃功能失常表现出病症有哪些？肺胃功能失常表现出的病症有哪些？主要是咱们说到的外感表症啊，可以表现出咱们中医叫伤风、感冒，对吧？发热恶寒、头身疼痛、鼻塞流涕，还有呢就是咱们说到的痹症。在这里列缺它有解表的作用啊，可以祛风解表，这是我们说到的肺胃的表症啊，肺胃的表症。这是咱们说到的列缺穴在治疗本脏病症中有这个特点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肺的通调水道功能失常表现的病症。那么出现什么病症？小便不利、水肿啊，也可以选用列缺穴进行治疗。所以它表现在这两个方面，用于治疗本脏病。还有一个呢就是从络穴的角度来看，那么咱们讲过说络穴治疗有特点，对吧？说它的特点体现在既可以治疗本经病，又可以治疗什么相表里经脉的病症。所以那么列缺用于相表里经脉大肠的病症，在这里主要是用于头面五官病。所以在头面五官病症中表现出的什么症状呢？比如说口眼歪斜、面痛、面肌的痉挛、齿痛啊、鼻塞，这样的一些头面的病症我们也用列缺，这个和它络穴分不开。那么通过对相表里经脉大肠经的调节来治疗头面部，所以在治疗这种头面部的病症的时候，我们列缺可以和谁配合？大家想想，和哪个穴配合？合谷，对吧？大肠经的穴。所以合谷在四总穴歌里，咱们刚刚说完合谷有什么作用？面口合谷收，
这个跟阳明经的循行离不开啊，这是一个。再有呢，列缺穴用于治疗局部的病症，所以大家想想，在腕关节这一块，局部病什么病啊？这局部病都包括哪些？那就包括腕关节的疼痛活动不利，对吧？当然这个部位最多见的就是什么呢？腱鞘炎、腱鞘囊肿啊，属于一个慢性劳损性的疾病。包括什么？拇食指的疼痛屈伸不利，拇指、食指。但是列缺穴在针刺时大家要注意，如果说你治疗的是头面部的病症的时候，我这个穴应该朝哪个方向刺？肯定是平刺或斜刺，那你就朝上，对吧？如果要治疗拇食指的病症时，列缺怎么刺？哎，指向于拇指或食指啊，所以它的针刺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，针刺方向是不一样。这是咱们讲到的列缺啊，经渠，大家这个穴呢做了解就行，临床中用的不是很多，以咱们书中讲到的这些病症为主。后面太渊，本经五腧穴中的腧穴，也是原穴，同时呢它是八会穴中的什么？脉会啊，脉会。所以从这些特定穴的角度来看，太渊穴的应用，第一个本脏的病症，但是它在治疗本脏的咳喘咳血、胸闷、呼吸不利的时候，以肺的虚症为主，也就是说肺气虚啊，以肺的虚症为主。这个也是同谁呀、啊、同咱们前面讲到的谁尺泽啊，尺泽是肺实症，太渊呢是肺的虚症，都是从子母补泻这个角度来理解啊。第二个就是说它常用于治疗一些血脉病啊，这个和它是脉会有关，那么同时这些血脉病也是跟肺气虚推动血液运行无力有关，对吧？所以咱们常说这个血液啊，它在脉中运行，一个要有心的主宰，再有还有一个要有什么？肺气的推动。所以在肺的功能中有一个肺朝百脉，对吧？肺朝百脉，所以当肺气虚推血无力出现的血脉的病症，就是咱们刚才说到哪些？心痛、胸闷啊，心悸，另外还有咱们说无脉症啊，这里面咱们都可以选用太渊穴啊。但是太渊这个穴呢，它正好在脑动脉波动，对吧？刚才咱们说了取穴都要取到脑动脉波动的脑侧啊，所以这里就需要提醒大家，针刺这个穴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什么？脑动脉，一定要避开它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开它呢？针刺时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避开脑动脉？所以大家想一想，从进针方法上来看，我们要应该用什么样的进针法？哎，指切进针啊，你用指切进针，用拇指的指甲把这个脑动脉就按在脑动脉下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用这个针沿着这个指甲的边缘刺进去啊，刺进去，这样可以避开脑动脉，这是一点。再有在这个穴位上手法上不宜做大幅度的提插了，对吧？往往你刺到一定的深度得气了，我们可以用捻转或者是指下后气来加强它的针感啊。另外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这有动脉我们一般不用什么法？不用灸法啊，不用灸法，避免什么皮肤的烫伤啊，影响到动脉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咱们书中说可灸，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不给它做直接灸，
你要灸的话也是怎么灸？艾条啊，所以一般不做艾柱的直接灸，这一点要记住。这是太渊啊，太渊。那么再有一个穴是鱼际啊，鱼际，鱼际这个穴呢是本经的行穴，所以大家还记得咱们在讲五腧穴的时候，咱们说过行穴治疗有什么特点？行穴治疗有什么特点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五腧穴是咱讲过行主什么？身热，所以行穴偏于清热啊。那么它治疗大多以肺的热症为主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咱们书中写了一些，对吧？大家可以具体的治疗的作用，你可以参考一下咱们书中。那么在这里特别强调，它多用于治疗咽喉的疼痛。当然，这种咽喉的疼痛既可以由于肺热引起食热，也可以由于什么肺肾阴虚引起的什么虚火的上炎出现的咽喉的疼痛，也可以选用啊。那么当然在这里大家就要区分了，实症的咽喉肿痛和虚症的咽喉肿痛有什么区别，在症状表现上有什么区别？实症的咽喉肿痛是什么样的？肯定是肿痛，对吧？严重的吞咽都困难，对吧？那么虚症的咽喉肿痛呢，它是干痛的，对不对啊？那么不红不肿，咽喉部发暗的，暗红色的啊，所以有区别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鱼际它能清热，能清实火，也能清虚火。但是在这个同时，我们可以配不同的穴位。如果属于肺的实热引起的咽喉的肿痛的话，我们可以配少商或商阳。如果属于虚症的咽喉干痛的话，我们一般配谁呢？要配肾经的穴来滋阴，帮助你清热。所以一般要配肾经的谁？太溪或复流啊，来滋阴来清热。所以在这里啊，要注意这一点。本经最后一个穴少商，井穴。所以咱们强调过，十二个井穴的共同点具有什么作用？开窍醒神清热。十二个井穴啊，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，开窍醒神清热，所以用于治疗什么急性病，用于急救啊，用于急救，用于改善神志。所以在临症中用于治疗什么呢？中风、昏厥啊，中暑、高热、癫狂癫这样的一些病症，我们可以在十二个井穴上给它放血。除此之外，现在临床中也有报道，通过对十二井穴的放血，用于治疗高血压，用于治疗高脂血症啊，用于治疗高血粘，用于治疗肢端的麻木啊，临症中都有报道，可以采用十二井穴的放血。当然你放血说，你说我十二井穴全放，不是，也就是每次治疗的时候可以选择两到三个井穴来进行放血啊，三棱针的点刺放出，那么根据病人的症状的情况放出这个七到十滴就可以，或者是
放血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血液颜色的情况来决定放血量的多少啊。所以这是它的十二个井穴的共同点啊，十二井穴共同点。那么少商它作为手太阴肺经的井穴，那么它还有一个什么治疗特点呢？它作为手太阴肺经的井穴，那么它善于治疗咽喉肿痛。啊，它多用于治疗咽喉肿痛。那么它治疗的咽喉肿痛啊，它治疗的咽喉肿痛大多以外感为主，所以也是用这个三棱针的点刺放血啊，三棱针的点刺放血。所以这是我们讲到手太阴肺经的十一个穴位啊，十一个穴位。这些穴位是我们临床中常用的穴，也是要求大家掌握的啊。那么这是咱们讲到肺经啊，大家回去呢把这些穴位从定位从治疗自己再看一看，做个总结。那么要考虑到这些穴位在治疗肺脏的病症中有什么共同点，有什么不同点。一路漫漫，披荆相伴。